咱要是说做个报表，这个咱看看标的啊。那个时候咱们就申请进来了。当时我们也不了解呀。写进去，这个痛苦啊！这才一定了。 就刚去了几回呀？他在干嘛？两回了。就可以让他们一个人去。 哎呀，如果。然后两个都可以。老师公开举报的，还是公举报？现骗。那我倒不一样，就像食堂或者我们也有各种故事。 现在好多了，对吧？每天都是那个哦，气泡烟。样子。कौन सा दाग后不就你了？ 本来上过。动植物园公所。